辛苦一名张公，愿王进车魂，王文不行来王生的事，明天两时间，乃是王文出兵安葬之期啊！今仔日张家父后子孙的报答亲恩，在后子家众多，宣敬礼参对手，对冠的超度功德，邀请王者张公愿王真魂正魄回转家中，降临花园为我。行尊道经师，三宝流三昧，心欢通法界，求转世界调魂来。在文经初调初请，再调再请，三调三请，来赴花园用花请。这两时节啦，阴魂归家，万事大吉祥。初调路香啊，初调请啦，再调路香是非常天。今仔日三丛清香，要来调请王者张公元王的老先生啦，阴魂正魄要来回家中讲花言。无识乡镇，唔知你的事。无识乡里，也唔知讲你的名。先报咱的本居地啦，今为中华民国台湾省台中市永清区第中里两八路312巷43号，吉阳居住房都宣敬礼忏。啊，出品安葬对手对冠的超度功德。电库八度九节阳是报恩，浩然文章文庆啊，浩秀蔡秀菊，浩女李姿李红秀华，浩女婿陈世贤，蔡英华刘聪明陈顺宁啊，浩孙嘉凯嘉莹，浩孙女婉婷。后孙女婿林坤义，外孙陈明文啊，陈汉元、蔡家敏、赵冠廷、陈一修，外孙夫陈顺仪，这个外孙女陈惠仪啊，陈英君、蔡卡惠、赵爱官、赵爱文哦，赵平安、赵平如、陈新如啦。外孙女婿林志奇、李俊秀、康清良，后外曾孙林彦成、陈彦林呐、啊，李冠泰、康秉成，外曾孙女陈曼恩、李子贤、李奇云，后弟金发啦、啊，金波啊金波，敬上嘞，石昌合明。文耀、晋芳、晋雄、浩德如、陈秀婉、柯彩、陈水玲啊、刘红珠、陈秀玉、何怡辰、
陈宏毅、汪玲丽啊、陈丽月、浩庭阿帅啊、玉帅、焦弟啊、朱丽莹、丽琴嘛、丽英、明珠啊、明琴、丽花、丽春、惠珠、丽清啊、浩庭赛旗飞飘、陈金婉、贾思平、林庆祥、林福瑞、陈元刚。带领张家族亲的子孙认定哀思签，亡者显苦伊名。张公愿王即位正魂啊！元明生于民国，新历年八月十九日吉时受生，在用世间的享荣福寿，直到今年八十五岁，大汉终于民国一百年农历十一月。初二日，苏时代王生白石离开世间。明仔载，龙时吉日，就是亡者张元龙老先生要来出殡安葬之日咯啦。今仔日张家的后生，你的查某囝新妇竞赛啦，内外孙内外孙赛，亲同即地跳来，子子孙孙认定报答父母恩，在咱张家府啦。孝子家建坛重道，宣经礼忏，对修这段对愿超度功德啊！在你灵前，给你传三星酒礼，五味菜饭给你敬拜，平刀手抓神幡，要给你引魂归家啊！张公愿望三魂飘飘归路转，七七茫茫就是回家中，天堂引魂转。地府给你阴劈回，风传路上阴魂转，把阴风刀给你阴劈回，阴阳离界阴魂转，各阳定下阴劈回，缠头缠尾阴魂转，路头路尾阴劈回，龟头行尾给你阴魂转，中山路头路尾阴劈回，啊，东方阴魂转啦，南方给你阴劈回。西方阴魂灯，北方要给阴劈回啦，中央来阴魂灯哦，五方五路阴劈回啦，不阴别人魂，唔吊别人劈。因的亡者张公元王啊，老先生，你的真魂正劈啊，今仔日早起问五好调，你若有感应啦，请等下家中过来听经啊，今仔日这段功德缘开，你的浩然文庆。手捧金杯咧，啊，跪在灵前来呼请。张公元王，你都有灵有声，你的魂魄若是有感应，有来降临，你就请坐位，欢喜吉时圣杯落地。大家甲叫者，请四大人进来听经。金杯落地是上张公元王老先生已经有感应，等下家中来降临，祭祖单困古宅一门呐，邀请亡者张公元王真魂正魄降入花园，看看上座，万万利益呐，你着食饭讨菜，必有清酒来醇啊，小娘子。Thank you.